秋天是种春天开花的球茎的时候，我比较了好久才确定了洋水仙和大葱花被鹿和兔摧残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买了一包大葱花的球茎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球茎，也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包装外面说是六个球，实际上有七个，大小不一，形状也不怎么规则。另外还有几个小片，干干的，像是掉下来的，应该是不会出芽的。这些是朋友给挖来的洋水仙球茎，活力肯定有保证，可惜的是他忘了哪个颜色，所以到了春天可以感受一下开盲盒的快乐。根据网上的建议，找了个阳光好的地方，把土弄松了，加了肥，按照合适的距离排好队，再盖上大约两个球茎高度的土，就算种好了，期盼明年花开。